我们低头来祷告，主在你的圣殿中，主借着我们的姊妹，他们在你面前的吟唱，进入到你的安息，这是何等的甘美，主何等的平安。主啊，这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爱，主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主啊，我们这时候真的要来回应，主啊，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的爱，主啊，孩子就知道自己不配。主啊，你陪过陪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走向美好的应许之地。主，我们这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，因为生命满有你恩典的印记，也是我们在生命中充满盼望。主，让我们这时候来回应你长阔高深的爱。主啊，我们再次在你面前，主愿意说靠我靠孩子自己的软弱是没办法，主，但是要靠着你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再次的来向你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回应你的爱，我愿意放下自己，主来再次的跟随你，好好的跟随你，主巴不得你的爱再次的来激励我。主，让我们在生活小事中，主就来向你学习，主你的榜样，主在我们每周的主日，主让我们都可以放下各样的残累，预备好自己的心，早早的来准备来敬拜主，巴不得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，这时候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，愿你的慈爱就再次来激励我，愿这个圣殿就充满你自己的恩典，于是我们心要向你回应赞美你，将荣耀赞美都归于我们在天上坐宝座的主。主，愿荣耀归给你，愿这样的聚会主被你自己所得着。我们把今天的敬拜分享交通主通通交在你面前，愿你来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，祝福在你面前的敬拜，主愿我们满满的得着。我们要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下面我们来读其主导文，一同来同声，请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下面我们要来读圣经，我们圣经要读的是《路加福音》19:1-10。《路加福音》19:1-10，我们翻到的时候，我来读单数节，弟兄姊妹，来读双数节。好，路加福音19:1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的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比
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进那家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，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在这里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礼拜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”我相信我们在这里面前，我想我们今天救恩都要在我们身上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下面我们要请陈新杰传道来为大家来讲到遇见耶稣的人。我们请陈传道。